可是因为拍照的话，它会比较要求说线条要比较明显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饮食上的调整，变成说不能说就是看到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对，就这方面会比较困扰一点。然后因为加上就是一般女生通常不会就是穿的比较这么的比较少，对，然后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就会觉得要稍微要有一点勇气，就是露出自己的一些身上的部位这样。那你会不会想说，有没有人碰到你，然后最近要跟你拍照还是什么？哦，最近是还没有啦，对，还好没有。会不会担心说之后可能有人要来找你？对，应该是还好啦，对对对。那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的心情大概怎么样？可以代言我们现在宜兰县消防？主要就还是希望说，就是宣导一些救护相关的资讯啊，就是比如说不要滥用救护车的资源啊，然后把救护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人这样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年历也都有结合一些宣导的部分，比如说就是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会希望大家注意那个不要注意 CO 中毒的部分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